谁会这晚结婚？谁会这晚？中国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比较不像是会定不下来。对，对。对，哎呦，那你觉得嘞？是不是有人摇头了？等一下，因为他都没有想到过要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对象，所以他一直在换。啊，你又知道是这个意思吗？讲话，我要给动心文。你现在团圆过来了，咱们这中华给我一种感觉，就是不想稳定下来的男人的感觉。那种觉得小小的这种是怀秋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怀疑就是一种，一定可以啊。他什么东西都会想太多。哎，比如说他今天还要结婚，他就觉得不行，不能结婚，因为我没有那个，我也没有这个，我没有那个，所以我不要结婚。没有哪个？比如说事业啊什么的，人家说结婚要三样嘛，对。哪三样？房子，这有这个房子，然后身段，那就是钱。三个都没有，对啊，就会最晚结婚了。他这种人一定会要这三个才会结婚的人。像我呢，我只要感觉到我就会结婚的人。那你觉得谁最晚结婚？对，最晚。我，为什么？就我。你们准备收我的喜帖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就很皮啊，就还在弄。还在弄什么？还在弄什么？还在弄什么？小朋友弄，然后还在动来动去。我觉得啊，我们在这三个男生里面啊，我总觉得我会第一个结婚。为什么？有这个感觉。因为我18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想结婚。我有那种想早。我18岁的时候才有20岁的时候呀。对啊，差不多啊，就按这个话，结婚好了，就想要结婚。对啊，那你们两个结婚好了。所以你现在是说你现在在忍耐，你随时都可以结婚，对啊。所以你想做一下的意思？所以你现在是有对象的意思啊？自爆自爆！我的对象就是准师门。好做作，好官腔，这史上最官腔了。他刚才还这样子说，我的对象就是。我的对象就是粉丝们的粉丝们的粉丝们。好，那如果你结婚的话，你还会继续想待在大嘴巴里面吗？啊，哎呦，如果你们肯收留我，我当然想待啊。把球丢到我们这边来，我帮你们。哎哎哎，没有界限，这是结婚的，非常聪明的做法哦。会啊 ，OK 啊，如果结婚没有什么大不了 ，OK 啊。大不了中尾上而已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中尾不三个小孩了。啊！不然这边。